太阳当空照，晚自对你笑。Hello， 我是你们的晚自呀。好多小可爱呢，让晚自来做那种少女心秘密基地。好的，今天丸子就来带大家找这个绝佳地点，就是修车厂旁边的小楼上。然后先拿出一个柱子，然后咱们把它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再把它往下调，调成一个圆盘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搞出一个床铺来，单人双人的都可以哦。这次丸子是要做一个紫色系列的，所以紫色系就比较多啦。 OK， 咱们把床放到中间，如果这个圆盘太大了的话，咱们就把床调小，这样就完成啦。然后咱们找出这个半圆形的光圈，调成黑色照上去，这样就高级了不少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日文版本，毕竟丸子不认识日文，总是调错，没有关系的。然后搞出这个心形的小灯灯，放到这个上面去。丸子是随时调整的呀。然后接下来搞棵樱花树，调到你喜欢的颜色和大小就可以啦。哎呀，这样是不是有些太大了？咱们把它再调小一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沙发和茶几了，也是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啦。然后调出些吃的来，用来装饰，如果吃的不够大，可以把它放大呀。OK， 我们接着放一个这个冬天取暖的时候的这个桌子，然后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中间放一棵缩小了的樱花树，会非常好看哦。好的，我们的基本设施就这样完成啦。把星光地板铺好，先找出这个，然后把它放大，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，然后铺在这个地板上就可以啦。好的，这样就完成了，看看是不是很少女心呢？好的，拜拜。